说你是手技厉害，你是你要跟嘉诚音拼吗 ？Freestyle， 你我可以持续几秒，三秒吧。我不是个三秒的男人。我不只好手技，还行，瘦身吃得跟狗一样。听说你是手技厉害，你是你要跟嘉诚音拼吗？要转行了吗？打那个电玩。哦，还行啦。是手游，手游啦。姑姑今天出席篮球手游活动，小试身手。还行。是贾浩辰跟嘉诚一样有进球。谁是嘉诚英？你不知道嘉诚英？没有，我知道了。你会转球吗？就十指转。不哦，不会，我没有那么厉害，一直拍那种 freestyle 的。你我可以持续几秒，三秒吧。姑姑是个三秒的男人。哎哎，不能这么说，两秒。先不管手机了，姑姑你瘦得如何啦？瘦到几公斤？两个月。59，好。九太老了，我想比女艺人还瘦了，要死好不好？好，瘦到很像减肥进度。我靠，我很努力啊，然后其实有瘦一点点，瘦好像瘦一公斤多。一公斤而已，那只是水。尿完就一公斤，多久才瘦一公斤？我从那时候。到现在多久？快一个月了吧。一斗开始，不然我本来，没有打算要做任何改变的。是有，因为我都水煮给我狗吃嘛，所以就一人一半。跟狗吃的一样。对，跟狗吃的一样。吃的跟狗一样。吃的跟狗一样。